有一个福建人哈，嘿，啊，伊要去上班，啊，就是去坐大火车哈，福建人已经停止心跳。已经无心跳啊！咱城隍爷有甲指示吼，天公路要找天公路出去的，手腕的麻呢吼，我过九寨乡啊，变落。那讲生日，生日向来关爷拍死爸爸生日啊！城隍爷就进啊，通情况，新年买快。今仔真欢喜，会当邀请咱台中都城隍的李董的来帮咱介绍咱这个城隍爷伊的行为灵感的故事。李董的，麻烦你讲者。我今麦来报告讲吼，咱都城隍讲的这神奇啊呢吼。有一日暗时啊吼，那个超透早一两点的时阵吼，啊有一个这个民众骑铁马吼，啊过咱庙口才过，但是这主人的是很凶啊，莫非这骑这脚踏车这无甲平常人是无共款？可能是有一点酒醉啊，是安尼。酒醉啊，骑骑隔壁那个人正会会会困遐，滑倒，他就就是讲啊，这边有庙啊，城隍爷没有庇佑他，还滑倒。真讲伊原本伊要骑脚只脚足欢喜的，啊，现在经过城隍爷，才着会滑倒，啊，伊就袂爽。对，爱就来，反正退倒转来，来那个破坏咱这个宝城爷，这个旁边这天空路。啊！伊都算还跋倒，伊又未爽，要上这天公路，要找天公路出去，是不是？啊！伊都出尽伊所有力量吼，把它杀去。结果真奇怪，真奇迹哦！哎，伊后退一个弹力啊呢吼，是会跳七八步啊。算伊变杀袂叮当，伊都倒弹回来。伊无细心，继续做同这行为，同款的情形啊。你想讲哪有可能？这天公路安尼四四开开杀袂叮当。啊！伊是继续杀，继续去杀，还是一样。啊！伊尾啊，就是讲，安尼啊，个迄个气啊，透未出来吼，不多用手腕的麻呢吼。诶，伊内底是明边啊。我白乱比啦。我白比。然后走来咱的这个，咱有一对石狮。是。走来这个剁手柄这对石狮，全过石狮耳啊变落来。吼，算天公路无得出亏，他就找这石狮来出亏，将这石狮以这个干。还有灯，耳仔串灯咧，板灯啊，板灯了，安尼可能有点，安尼可能也开到头好哎，为了转离开安尼吼，转去。但是咱天光，咱的啊过庙的这师兄来，是，发现讲哎，那我们破坏安尼吼，哎，就是咱调咱的监视器甲看，啊，看起就知讲啊，我带出来破坏庙的吼，而且就塞，然后咱来报案。警方接受咱报案了，来处理安尼。是，那么歹徒吼，是，伊家己警方走倒转来，哎，咱庙发现讲，啊，当咱录影带，这歹人伊都改自投罗网，都改去走倒转来，是，这就是这个歹徒啊。是，尾啊，咱迄个时阵啊报案，是，好像真报案，啊，报案警方来，哎，头啊，而且接受了警方。哦，你该询问的是拢无承认，伊那讲承认，承认就向遐官爷拍死爸爸承认啊，啊无承认，尾啊咱自咱的路影，甲放大好看，啊伊才承认安尼吼，啊尾啊咱警方吼查伊的资料了，知伊就是一个通缉犯，这家己自投罗网，都双方的都进啊通缉犯，新民买坏，哦所以讲。举头三尺有神明，那是讲你做歹的一光知影，哦，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喜买知影，所以都安尼阿早破案吼，阿绳之以法。李董诶，啊你听讲一拍故事安尼，咱在观众朋友听讲吼不过瘾，是毋是？啊麻烦你呢，给讲几章的故事呢，然后在观众朋友了解一下。我过来报告一章吼，就是讲我亲身吼伫这个进香的队伍内底。有一年，咱庙都发动这个真侪台游览车要去新竹祖庙进香。哦，咱这边的祖庙是新竹迄个新竹多祥庙分台。多祥台，所以咱每一年拢会登记咱祖庙吼，啊去进香啊合作啊。啊，伫这个途中甲庙里这个东路这地区的时候，啊拄拄迄个游览车无不寻常的，一直偏安哦。偏贵啊，偏要变车。这司机敢有饮烧酒？无饮酒，这个司机是无饮酒，因为这游览车吼，是公司嘛，管制真严，一定司机拢袂当饮酒安尼吼。是，啊像贵啊，介安尼要变车变无落，啊所以迄个刚迄个时间，
车底的咱的通道，拍电话转来咱庙的吼，发生这个代志。庙这边讲庙嘛发怒，庙嘛发怒，不过有三大代志咩啊，难讲。啊，所以底下呢，贵啊街呢，并无落了，哦，啊尾啊，阵咱的多上讲连干处置吼，尾啊转稳定起来，开始他都继续前进啦。是，哦，嘿，啊，这就是讲亲家奇怪，尾啊，这个当这个行程刷，隔天更个游览车司机哈，来要甲咱要清这个车钱的时啊，啊，同款要来甲咱收钱的时，半路那个摩托车吼，把刮倒，啊，刮倒啦。一听到要收钱收少，啊，刮倒。人通灵啊，像个讲，那就是讲，迄个所在可能伊运气歹吼，还要压高地吼，啊，即使迄个无达成迄个，我压高地，然后来到要收钱嘛，不跋倒。算这边压高地，这边布鸟池啊，我嘛是没有，除了没有跋倒的地方啦。哎，司机是迄个命运足歹，是，哦，尤其上面啊，像拢反应全歹啊，是，啊，所以咱多想讲周边哦，所以咱的进入团队当平安顺心吼，度过这个劫难安尼吼。李大，加载这司机，这游览车这司机大哥呢，是因为在咱这个乡庙要去进香。如果在一般的民众，可能真的可能凡事抓高会成功，因为咱这要进香嘛，咱帮神明做代志好事嘛，所以神明一定帮助渡过难关的嘛。所以神明插手，和这个司机呢，原本是要用抓高的，怎会顺利呢过这难关？是，所以咱车底。所有这通道哈，是要申请台的，他拢平安无代志。董事长，我告诉你，补了财库，买了龙宫设立，有助于你还阴债。我举例说明，您就会懂了。还了阴债，你就会发现装满金银财宝的金库。这时候的你需要龙宫设立来打开金库。买过龙宫设立的粉丝呢，都知道买了龙宫设立后，财运会顺很多，也没有出现破财漏财的情况。打开金库的前提是要拥有一块龙宫设立。最重要的一点，要想延续不断的财运，一定要行善积德，广植福田，不然还是会财来财去一场空。加董事长我的 LINE， 两个小 A 591666。两个小 A 591666，让我帮你把金山银山通通带回家。我继续过来报告一件咱大雄阿公吼，一件神奇安尼吼，都另外一站都个神奇的故事发生在国道一吼，中山高南屯那交流道呀，要往南屯那交流道。啊，哎，有一个福建人吼，哎，啊，伊要去上班，在下要上班，啊，但是可能伊温度真歹安尼吼。是。啊，就是去坐大货车吼，发生车祸，当时也并车，是，转送去咱这个医院吼，是，去急救完的啊，是。但是迄刚迄时阵的是，啊，伊厝的四大人，啊，迄亲戚拢来伫咱庙遮，暗时已经十一点外，暗时十一点外，咱庙门敢无关吗？咱庙是已经关起来，但是伊伫个庙口遐，全跪伫遐拜。啊！底下救啊嘞，是啊，这在医院的是，这个福建人已经停止心跳，已经无心跳啊，无心跳。但啊，因呢才救了，因老弟医院遐家属讲，奇迹就对了。哎，经过十通分钟了，哎，恢复心跳。就是因厝内底人才跪一拜，拜了无十几分钟时间，就伊就恢复心跳。医生就讲说，哇，已经有恢复心跳，关键注意。这巴肚内的囡仔吼，啊动手术吼，是，啊所以囡仔啊急救，啊所以母女平安吼，拢平安啊。先讲吼，老母平安，这无遗憾。对，但伊巴肚内这囡仔呢，那平安安的化解，对，危险。因为迄间吼，准时十分钟吼，所以安是一个奇迹啊。伊迄暂停心跳几分钟，照理讲是无救。对啊，因为因出来这人身心疲累，那伤也着感受。感染讲，伊这个人出来的人吼，伊的这个心呢吼，伊嘛要吼显化伊的行为灵感。黄山讲，真的，咱这乡也是真的，真慈悲，还有愿意帮助伊渡过难关。咱这个代志本来伊伫外口办，咱唔知影。是，花莲的赈灾路途遥远，且路途蕴藏着余震的风险，来回车程更是长达16个小时。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子，神一定会护佑我们平安回家。哎，先带给他来，我接龙吧，来。有政府单位的人员告诉我，把钱跟物资交给他们，他们会给我一张奖状。但是我认为奖状比不上小天使拿到物资开心的笑容。要乖乖上吗？好，拜拜。拜拜。嗯，你可以拿吗？妈妈帮你吃泡面吗？谢谢。还是妈妈喂你吃？谢谢泡面，谢谢哈。但是天光就是讲有遐迄个媒体吼，是啊，来去采访，咱才知有这个代志。是更神奇的是讲，去一两天的时候，我是去伫咱所有上王庙遐咧参加
足秀。我迄间本来是要带一个所有，已经所有商标嘛，甲咱订民宿啊。是，民宿拢订好啊。订好啊。是。但是我只灵感上是讲，一直是我们头干啦。嘿，硬要硬要不管。那个一直想讲啊，要赶回来台中。无想要住。嘿，所以我差不多迄台车是坐到五六个嘛。是。那我们就决定，那我们就不住了。促销啊，外快的啊。嘿，转转到台中。嘿。来到超关西休息站的时候，是，就接到这里有一个通灵师，这也讲咱城隍爷有个指示吼。是。我叫我明仔爱招阮副董事长。是，除副董事长，就副董到底去应状一下，谈完这个，说，哦，这个副总统该应啦，啊，所以我就叫新民支持，只跟我查迄个含主副董再去台中应状吼，去甲谈完去去模拟，看这有无惊，看伊是毋平安出事。啊，了后因这大家拢平安出事了，后来等下答谢，答谢谢因啦。算这代志，我是圆满的结束啊。对。所以就是说，中央的神器是非常的多的哈。你当然哈，我听讲咱这个都城皇家哈，咱对这个文化应用真厉害。主要增加善良，啊，真咱哦用，如果是华人还是讲这个做真济，连布施做善事，咱乡下一定也求，中央就会是关心他、帮忙他。我听讲在多些书记讲吼，咱这个多这应叫该完成这组叫一百块。100块，你敢无爱试看卖啊？因为咱就是讲城隍爷生意吼，我们让有一些人他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好，所以咱给人家负担都起出一两百块啊，吼。因为咱庙方嘛，唔要靠这个赚钱的啦，那是真正要来多些，因为救灾的人。咱是一个组织上是财团法人吼，是，所以咱普通就是做一寡利益众生吼，哎，啊，这个公益慈善事业。所以上岸也做比这些多年哦。心爷不是讲你有钱，还要斗三公哦，是因为你有定做善事、有好心的人。你就算你在落地啊呢，地步唔止，伊嘛常款要斗三公，要帮助你渡过难关。全拢是做比的，是。尤其上岸的哦，他本身就做做比啊呢哦，这些多年。一副送穷，火药发财。99%的人都不知道，龙宫设立可以招财。有财无库难大富，万事白忙碌，有钱全无助。想要一副送穷，让宇宙四面八方的财都吸到你的财库。三星四星天天透，你能行善天下，就能有求必应。想要购买的朋友，麻烦您加我的 LINE， 两个小 A 591666，两个小 A 591666，让我帮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龙宫设立是改变人生的钥匙，你拥有了吗？龙宫设立磁场强大，如果你带了会头晕、恶心、酸痛、噩梦，都是开始改变你磁场的现象。龙宫设立很神奇，能随着每个人的气场不同而调整，如量身定做般为你打造专属的磁场，专属于你的防护。这就是龙宫设立迷人之处。初期佩戴一些不适的症状不要怕，你只是一时不太能适应太强的磁场，不舒服呢就拿下来休息一下，反复几次呢慢慢就能适应了。如果体质敏感，一开始感受能量太强睡不着，请再多给一点时间。通常佩戴后呢，睡不着的人很少，睡到流口水的反而比较多。全家大小驱邪避凶护身，居家外出常备，提升小孩专注力，让小孩聪明乖巧有人缘，改善风水磁场接福气，也是一个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想要购买的朋友，麻烦您加我的 LINE， 两个小 A 591666，两个小 A 591666，让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